就是我在等红灯啊，然后那个首都客运也是准备要绿灯右转嘛，但是他前面刚好有一男一女的行人要过马路，所以他停下等等行人过马路，结果那个蓝色的公车就撞上来啊，然后撞上来他那个首都客运就车道偏离撞逆向撞向我嘛，然后连同那个刚刚那个要过马路的行人就一起被卷到车底下。就你的车当时停在哪里？这里啊，正站街啊。你是正在等红灯？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说那个行人的状况看起来是两个人都在车子下面。就是连同，就是首都被追撞嘛，啊车头往前推之后，那个行人闪避不及啦，然后一起被公车压到车底下。那有机车被波及吗？我没有看到机车哎、欸，我只看到行人而已。那那个驾驶下车之后有没有看他状况怎么样？他就头晕晕的啊，因为他是被后面那个蓝色公车追撞的、啊。被撞上之后，你的车子有往后滑行几公尺？有啊，我就是被他往后推啊。推了多远？大概两三公尺吧，大概2到5公尺有了。当下确实蛮紧急，所以也没有办法马上按喇叭之类的。来不及，这两秒钟的事情我都还来不及反应，好不好？我只听见蹦了一声，很大声的声音，然后那个首都客运就整个车子被往前推了啊，然后往前推之后，他整个车道偏离撞向我啊。肇事驾驶初步有没有说他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怎么样？肇事驾驶，你是说后面那个蓝色公车？我不知道呢。他没有跟你简单说一下他发生。我一直没有看见他。那、你目前有受到伤害或者是？没有，我只有被惊吓到而已。好，那车祸事故发生的原因？好、哦，那个经我们调查呢，是有发生在9:08左右。那有关后面公车部分行经忠孝东路右转镇江街口的时候，那原本前面的公车是停下来礼让行人通过行穿，那后面的公车可能刹车不及，然后撞击前面的公车，造成前面的公车去波及到经过行穿的行人，还有另外一部计程车而肇事。目前伤者人数是多少？那其中有多少命危？目前有一个行人是抢救出来的时候是欧卡送台大医院，那前面的公车有12个人，加司机一个13个人受伤，那后面的公车有2个人受伤。目前肇事驾驶怎么公称说怎么会发生车祸？他有酒驾或受其他违法刑事吗？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公车司机已经有派出所带往调查中，这个目前我们正在调查。是不是有外国人受伤？他们都是乘客？调查的时候有8个泰国籍的乘客在公车上面。那